每晚八点，聆听读者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肖军，欢迎收听读者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来自作者赵小黎，珍惜每一次的冲动时刻。关注读者微信公众号，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。大约十来年前，北京那一年的冬天很冷，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，也就是当年的女友，在北京还没有扎根儿，租住的房间条件很差，根本没有暖气。因为穷，女人一直舍不得给自己买一件像样的羽绒服。天寒地冻的时候，女人穿着一件廉价的跑毛的羽绒服，那是一件墨绿色的羽绒服，领子的地方有很多像方便面的须须。男人每次看见女人穿这身衣服，活脱脱像只火鸡，想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，更多的是一股怜惜和心酸。那一天，男人终于看不下去了，便拉着女人一道说去商场转转，万一找到了一件物美价廉的羽绒服呢。女人欣然前往。他们来到商场，女人试啊试啊，终于试到了一件特别喜欢的羽绒服。这是件银灰色带毛领的羽绒服，既轻薄又保暖。两人不约而同翻翻吊牌，900元。他们彼此使了个眼色，仿佛心有灵犀般开始对这件衣服百般挑剔起来。哎呀，我总感觉袖口这里太紧了，女人一边说一边对着镜子反复照着。要不我们去其他地方转转，男人提议道。两人离开了那家店，又试了好多家，都没有那件满意。于是男人就对女人说，不行，还是回去看看那件衣服吧。你疯了，女人说，我们卡里只有1200元，这个月的房租还没交呢。男人愣了下，好吧，也许过几天天就暖和了呢。是啊，也许这鬼天气很快就过去了，到时候天气暖和了，也就不要穿羽绒服了，女人说。两人都心事重重，再也没有说话。走了没多久，男人望着女人惆怅的神情，鼓起勇气说，咱们再去那个店看看吧，你再把那件羽绒服试试。女人想了想，还是去了。然后还是由于价格的问题，找个理由脱身，再去别的地方试。然而别的地方试的衣服都没有这件效果好，所以来回反复，总共来这家店试了好几次，都无法决定。就在第五次过来试衣的时候，女人还在不停挑剔衣服上的各种毛病时，男人默默地来到收银台，刷了卡，将这件衣服买了下来。女人还在叨叨不停的时候，只听售货员说，你就穿上吧，这件衣服是你的了。女人的表情先是震惊，继而开心，最后还有一点点心疼。你疯了，女人问男人，你刷了900元，那我们后面的房租怎么办？男人只是轻轻地说，没事儿，这都是小问题，我会想办法的。一路上，女人只要走到有镜子的地方，都会情不自禁地看看镜中的自己，脸上流露出快乐的微笑。后来，这个男人找亲朋好友借了900元，为了让女人能过上好日子，他努力工作，如今终于可以不用为物质所困。这个男人现在已经成了一名小有名气的讲师。那次他说完这个故事，对我们说，细细想来，每个人生命中出现的这种冲动时刻真的太稀有了，如果真的有，那么一定要抓住它，否则一旦过了就再也不会有了。再后来，他们终于在北京买了房，如今有了自己的女儿。
那一天他们搬家的时候，清理出很多不用的物品，要么丢弃，要么变卖，却唯独对这件羽绒服心有不舍。虽然女人生完孩子之后身材发福，再也穿不上了，但他们还是决定将这件羽绒服留下来。毕竟这样的冲动时刻，每个人的人生中又能出现几回呢？你特别渴望一份工作，为此你需要脱离家庭，独自去一座陌生的城市。你特别喜欢一个人，为此你需要放弃多年的工作积累，重新开始另一种生活。你特别喜欢一种理想，为此你需要打破现有的舒适及稳定。那些生命中让你冲动的时刻，如果你遵循它，谁都无法保证你就能成功，但至少你尝试过，你就不会后悔。然而如果你不去追随，后悔是一定的，因为总有一天你会发现，当你错过了冲动的年纪，就再也不会有那种冲动的心情。哪怕今后的自己在他人眼里再成功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的内心会涌上一丝空落落的感觉，因为在你内心深处潜藏着大把的缺憾。20多岁的年纪，你被父母口中的世界吓怕了，你甘愿放弃自我打拼、自我奋斗的权利，按照父母的意愿从事着一份稳定到一塌糊涂的工作。30岁的时候，你的工作依然没有起色，又面临着逼婚的尴尬境遇，于是被安排了一场又一场的相亲。可是看来看去也不知道自己喜欢谁，干脆找个条件差不多的，过着波澜不惊的生活。40岁的时候，你开始无比怀念自己的初恋，然而面对一潭死水般的生活，你只能深深的叹气，并开始厌倦自己。50岁的时候，当你还没来得及梳理这一生的时候，父母的身体开始断断续续生病，孩子面临考大学的关键时期，你顿感分身乏术，恨不能一人劈成好几份，光应付日常琐事就俨然耗尽了你所有的气力。60岁，你总算熬到退休了，毫无悬念的，你会和大多数老人一样，帮着孩子带孩子。或许这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的一生，而如果你真的有过做一件事或爱一个人的冲动，抓住这种冲动去寻求更多的可能，或许这就是你人生的一个出口，不要轻易放过它。所以站在人生的当口，我最想对朋友们说一句，珍惜每一次的冲动时刻。当有一天你老了，你坐着摇摇椅回忆往事的时候，你可以对自己说，虽然这一路下来我经历过磨难，体会过艰辛，但我唯一能确定的一点就是，如果人生能够重来，我依然会毫不犹豫地继续按照今天的选择过完这一生，并且义无反顾。人应该这样生活。终于做了这个决定，别人怎么说我不理，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，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。我知道一切不容易，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，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。勇气
相信会在一起，人潮拥挤，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，你的真心。说要放弃。